原标题打一辆坦克记一大功，志愿军摧毁27辆坦克，彭老总不敢相信。作者慎读声明，冰说原创，抄袭必究。英国人喜欢喝茶是世界闻名的，鸦片战争以前，为了买中国的茶叶，英国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白银，即使是打仗时候也不忘喝杯红茶，甚至英军坦克里还有煮茶器。不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一群工农出身的志愿军战士给这些英国绅士们找到了另一个方便喝茶的地方——战俘营。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炮，志愿军50军的勇士们用炸药包与手榴弹全歼了英军皇家坦克营。喝完茶再去训练打仗，英军至今保留这一好处。